如果麦矿里面发现很多种钻石，你会怎么做？没错，今天呢，我在麦矿里面发现了10000000种啊，没有到10000000种啦，几十种不同的麦块钻石哦。这些钻石呢，各有不同的功能，各有不同的颜色，各有不同的造型。那今天呢，就来发掘这些不同造型的麦块钻石吧。OK， 那我们首先呢，要怎么去找这些麦块钻石呢？哎，看到我们的包包里面有这个。我们的商店传送门，没错，利用这个商店传送门就可以传送到我们的钻石商场啦。对，这个钻石商场呢，可以带我们买各种不同不一样的钻石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火焰钻石？这个是 diamond 的哦，死亡钻石。还有个谐音哎，好酷哦。然后这个是鹅卵石钻石。这个是很尖，哎呦，这个很尖的钻石哦。那它需要一些钻石来买，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有一个钻石的代币，有帮我们数那个代币的数量，数钻石的数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挖钻石吧。那一样，我们首先从木头开始吧。哦耶！哦，等一下。我们挖木头就可以获得钻石了。我们现在有两颗钻石，所以我们只要挖方块就可以获得钻石了吗？欸，有欸，有欸，我们这样钻石慢慢可以获得了。这样我们第一个最便宜的钻石需要10颗钻石，是不是？好，在我们挖的话就已经有10颗钻石了。好，我们去买一下钻石传送。好，13颗的话可以买一个10颗钻石的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个叫做我们的鹅卵石钻石哦。不知道这可以干嘛，我回去试试看。这个鹅卵石钻石可以干嘛？它是可以做东西的吗？他说右键可以丢出一个会爆炸的石头，欸，哦，所以要右键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们刚好朝这边丢一下。哦哦，我们家有100个了啊啊！我们家有100个了，而且它不会消耗，欸，它不会消耗。Oh my god! Oh my god!太强了吧！我们再试一下。哦，我好像爆炸出来，而且爆炸的钻石我们还可以吸收吗？哦，不行，吸收，但我们一丢出去就有100个钻石就可以用了。Oh my god， 这也太强了吧！这个爆炸钻石，这样我们是不是不用做工具啊？我觉得我们不用做工具，欸，我们再去商店看一下。欸，好强哦！接下来是500钻石。200钻石也有，欸，我们先用200钻石买一下这个火焰钻石哦。然后接下来是500嘛 ，OK 500。这边是彩色的是什么？这边有1000的钻石护甲跟5000的钻石狗。OK。哦，所以这边是比较像是特殊的两样东西，然后我们另外一条路的是都是钻石，然后这个是火焰钻石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火焰钻石有什么用？他说右键可以射火焰哦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右键射火焰吗？哇，哦，哎，欸，帮我们除草，欸，哎，等一下除草会有钻石，欸，除草，帮我们除个草也有钻石，欸，哦。等等，它可以除土，欸，它会攻击前面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它可以帮我们挖洞，其实蛮好用的，欸，可以帮我们挖洞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稿子啦？不过它的挖的那个路线有点不平稳啊。这样我们就500个嘞，欸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，太赞了吧！真的好赞欸，而且我用这个挖，它是不会掉垃圾的。你看，它都不会掉垃圾。不过我们要挖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需要用稿子挖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是要做十字稿。像是我们需要煤矿的时候，还是要挖一下。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煤矿了，我们需要吗？但以防万一，我们还是挖一下好了。我们下了600个了，我们可以再去商店逛一下了。我们是缺食物啦，不知道有没有食物的钻石，欸？对，欸，食物的钻石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但是有，先买500的吧，500的。嘿，
这个是尖尖的钻石啊、哦，这个会尖尖的攻击人是不是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能力。这个尖尖的钻石它可以哦高伤害，而且会挖三层三层三的哦，高伤害挖三层三层三的，试试看啊，哎这样怎么用啊？哦哦哦，它就是哦，它当它哎，我们不用稿子啦，哎我们不用稿子啦，我们这样挖它会有东西吗？哦，它只有钻石而已，它其实没有那个不会掉铁锭什么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挖，就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赚一些东西了，赚一些钻石，会比这个快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才赚没有很多哎、欸，我觉得用这个挖钻比较快哎、欸。因为这个挖钻好快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路清空。我们清空的话，会不会生出一大堆怪啊？挖超快的哦，所以说不定用这个打怪的话也会很痛。我们这样挖一挖，看看有没有会遇到那种大洞窟哦。接下来是1000吗？1000其实很快哎，我想要找一下有没有食物啊。对，我们来上面看一下拿一些食物吧。哦，很痛很痛很痛，而且我们现在有1300嘞，1300是不是可以去买啊？买1000块的吗？哎，1000块可以买这个吗？可以买钻石胸甲，然后另外一个要1000块吗？750块，1000块，我先买这个750块的好了，750块的这个是死亡钻石，它说右键可以造成很大量的伤害。哦，这是打怪用的哎，这是会对附近的怪物造成大量的伤害，然后让他们弹走。我们可以对这个羊试试看啊，嘿，哦，让它弹起来，哇！但我们好像不会拿到钻石，只是把它弹飞而已。耶、yeah, ，拿点食物啊，村民死掉了，还喷钻石，好可爱哦。我们打这个铁巨人呢？哇，铁巨人会死哎、欸！而且我们有铁锭了，好赞哦！我们这边拿一点食物，我们应该就无敌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矿坑里面探险了。村庄毁灭者，哎、欸，毁灭好慢哦！村庄毁灭者啊，等一下，村庄毁灭，村庄毁灭，哟吼！去死吧！哎呦，好饿啊，好饿啊！这样射一射也是会饿哎。去死！哎，小鸡，但是再见了，小鸡。小鸡变成钻石烟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有2100块了，可以在里面买好多东西哦。炸一炸村庄，竟然炸出了超多钱。我们可以先买这个钻石胸甲，买哦，1000块的钻石胸甲有了。他说右键可以启动，会有飞行速度跟抗性，还可以飞啊，老哥还可以飞啊，太强了吧！我们这些根本就是垃圾，不需要用到的。我们等一下去外面用用看啊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1000的哇哦，炸弹 TNT 耶，这个是什么？右键可以干嘛？右键可以召唤一整排的 TNT。哦，又可以炸了。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右键的钻石胸甲，我会变吗？右键，哦，我会飞嘞！等一下，我一直都有哎，哇，好强哦，太猛了吧！一直都可以飞行，也太强了吧！还有抗性跟加速，而且我的装备哎，彩色的比钻石装还要强啊！这个是我们的彩色钻石啊，会一直变色哎，好酷的衣服哦！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接下来试试看这个 TNT 的钻石，它会召唤一整排的 TNT 来试试看啊！哦哦，爆炸了吗？哇、哦！一整排 TNT，OK，OK，OK， 一整排，别，好赞哦！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从把这个村庄炸烂哦，从里面这样，嘿，快跑！再见，村民再见啦！别！
哈哈哈哈！5000啦，我们5000块啦，又可以去花钱啦！哇，5000个钻石哎，我们花好快啊！哎，5000个钻石是不是可以这个啊？狗狗哎，有狗狗还是我们先买其他的、啊？这个是1300的毒钻石哦，村民钻石，我们先买狗狗好了，我们有5000块，买个狗狗，狗狗。5000块的狗狗到底是什么？钻石狗狗，来来来，我们召唤一下，召唤钻石狗狗，看一下钻石狗狗可以干嘛？他说右键会启动，然后会加倍你拿到钻石的数量，哎，启动啊，钻石狗狗，耶、yeah! ！好好好，我再试试看这个 TNT， 刚刚一次差不多给500左右嘛，哎、欸，也是500，差不多，还是因为我炸的东西不够多。我觉得我要炸这种炸房子。哎，过来，狗狗过来，小心小心。哦，有啊，1000，1000，1000，果然要炸房子啊！这就是给我炸房子用的。狗狗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你不要死翘翘啊！死翘翘，我5000块会难过、啊。狗狗，小心一点，狗狗。狗狗，你坐在这边好了，你乖乖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这些生猪肉吃啊，给你吃，你乖乖哈，二哥。给你吃，不要歪头，不要那么可爱。来，给你个火把，这样你就不会怕天黑了。那我呢，就继续炸这个村民家啊！哈，这村民家怎么那么好赚啊？哎，3600了，我应该也可以去买新的那个了。哇吼，6000，6000，我是不是可以再买狗狗吗？我可以一直买狗狗吗？我可以加倍再加倍吗？哎，加倍再加倍，超级加倍。去商店看一下，我首先买一只狗狗，哎、欸，可以再买一只狗狗、欸，哎，然后买这个毒的钻石，绿色钻石来买下去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回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把狗狗啊，狗狗给叫出来，狗狗在这边，狗狗叫出来，然后叫你坐下，然后给你一朵花。有了，我们这样有2只狗狗，这样应该有4倍吧？有4倍吗？然后看一下我们刚刚拿到的。绿色钻石，他说右键可以射出一个会有毒的云呢、欸，会毒人的云吗？我们要找人实验一下啊！哎，这边先生你在这啊，来来来来，中毒吧！哎、欸，中毒吧！哦哦哦哦哦，我中毒嘞、欸！哦，召唤史莱姆啊！啊哦哦，但是我有抗性哦，轻微的毒。而且这钻石也算太快了吧？它感觉是面对大量的敌人的时候很好用，你可以让一整排的敌人中毒哦，让他们上一些负面的效果。下一个是村民钻石，我才刚屠杀村民，怎么不是屠杀啊？我没有屠杀，我是帮他们这个都市规划，对，都市规划这个重新建设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村民压缩成钻石。听起来蛮残忍的。他说右键可以召唤很多村民，然后会帮你挖出一个隧道。你看，我就说我在都市建造吧，这个是重新规划啊，规划一下这个这边我们盖一个隧道，然后把这边弄成一个捷运站，把它弄成一个地下铁站，好不好？这边的房价就会 up up。哇哇，太可爱了吧！哇，太可爱了吧！好赞哦！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哇，我们的车站挖好了，我们这边就可以盖隧道，有没有？这边的房价就会 up up， 这栋房子应该会这个房价应该会翻倍哦，很赞。好，我们现在8400块了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可以买什么东西呢？刚刚买这个村民的，接下来是这个2000块的长钻石 ，OK。长钻石真的是很长哎、欸，然后跟3000块的岩浆钻石 ，OK， 接下来10000块了、欸，哇，10000块，5000块 ，OK， 5000块，哇，好贵哦、喔，然后跟这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40万哎、欸，哦，好贵哦、喔，太贵了吧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长钻石可以干嘛？他说长可以长长的，他说可以很长就可以碰到，哦。
它可以自己挖出一个隧道啦。哦，懂了懂了懂了，自己挖自己挖。你想挖怎样？你看这边弄一个往地上的出口有没有？毕竟这里是捷运站嘛，这边挖出一个出口，这边也挖出一个出口，然后这边也挖出一个出口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家旁边就是捷运出口了，走一走就可以到这个捷运站。然后我们这个捷运站呢，哎，再往前挖一下，有没有就可以通到下一个村庄了，非常赞哎。然后我们旁边再用这个 lava diamond， 就是我们的岩浆钻石啊，他说可以召唤火山。我们的这个别墅，这栋别墅旁边呢，哎，再盖一个火山，这个非常好，非常好风景，来盖一下，右键丢出去。火山盖好了，你看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火山，这个需要放大才看到这个超级小的火山。这栋房子真的是啊、哦，风景第一排，然后捷运第一排，走路只要3秒钟就到这个捷运站。虽然还没盖好，但我等一下会努力盖的，好不好？而且我现在有17000耶，17000我可以先买苦力怕，然后买这个龙哦，苦力怕钻石跟龙钻石，中介龙钻石耶，他不会可以召唤一个中介龙过来吧？我们看一下苦力怕钻石可以干嘛？他说可以召唤一个非常大的充能苦力怕 ，OK， 像是这个水，我觉得很丑，我想要把它炸掉。我们召唤，它爆炸了，它爆炸，它说6秒后会爆炸。等一下，我们在这边一定安全吧？1秒，爆炸！哇！这个。我觉得我的捷运站变得越来越漂亮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瀑布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瀑布我们来看，我们看龙的这个钻石是可以干嘛？他说他可以召唤一只龙，他会帮你哦，他会帮你挖钻石哎、欸，哦。所以如果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有矿哦，这边的钻石矿好像很多的感觉，我就这边，哎、欸，右键，它会召唤，哇哦，哇，召唤一头中介龙帮我挖，我的钻石冰冰冰在往上升啊，就跟我们这边的房价一样，冰冰冰在往上涨一样啊、哦。毕竟我们这边是我们的捷运，又有捷运站，又有火山。在那边，对，很小，在隔壁。还有这个非常好瀑布，有没有？我们已经赚了五万块啦！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有什么东西？5万块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？没有，5万块竟然买不起任何东西，我实在太丢脸了。那我只好再买4只狗狗，我买4只狗狗好了。这样钱应该会赚的比较快一点。来，这个我们现在买这边一栋房子会送一只钻石狗狗当你的看门狗啊，让你的财运 up up 啊。我们试试看，我们现在3万块嘛，我们用一下这个中介龙哦，看一下会赚多多。我们房价又要起飞啦，房价起飞喽！哎呀，差不多是5万块。哦，有了有了，10万块了，快，我们再召唤几只，召唤多一点，冲啊，冲啊，房价 up up， 请给我更多房价，20万，你看这边还有龙帮你挖的一个旋转隧道，让你可以通往地下，一个旋转楼梯，你知道，一个别墅就需要一个旋转楼梯，非常非常的美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商店还可以买什么。10000块我们能买了，这个是个十百千万十万，这个是个十百千万十万25万，这是10万，我们买一下这个10万，这是什么、啊、这是一叠钻石哈，一叠钻石要10万块啊，我刚打那么多钻石也不用那么多钱啊，这可以干嘛？他说右键可以射哈彩虹，色彩虹出来，就说我们的别墅旁边要什么？除了火山，除了瀑布，除了捷运站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彩虹啊！
没错，我们的湖旁边多了一个彩虹，会多漂亮！哇哦，非常美！哎，他是打那个的。我现在你看，我施工施到饿了，非常认真的这个建筑师啊，都忘了吃饭了。老师常说，哎，你忘记交作业是不是也会忘记吃饭啊？没错，我们都会忘记吃饭，忙到都忘记吃饭。好，我们继续盖一下这个捷运的隧道。我们这边也盖个紧急出口。哦，它是设这个雷射会变得更大，有点像是弄那个出口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变得比较大一点嘛。好，我们继续盖，感觉龙不错哎。龙这边多叫一点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25万，其实蛮难的。有怪物，这时候要怎么办？用我们的死亡钻石，你看，我们还可以保护你们家的安全，非常非常棒。我们现在有37万了，我们可以去买了。37万，我看一下，我可以买这个光啊。光的钻石接下来要多少钱？接下来40万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剩最后一颗钻石嘞，我们再买几只狗狗好了，毕竟我们的客户一定很多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看了也很心动啊？啊，各位观众是不是看了也很心动，想要买这边的豪宅了？哇，现在买一个只要按赞就可以送你一套这边的房子哦，虽然现在还没有盖好啦，对对对，这个已经快盖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空中豪宅、空中花园有没有看过？就是这样，没错。现在只要买一栋房子，就送你一只这个我们的钻石狗狗。钻石狗狗会帮你找守财啊，还帮你招财。有听过招财猫？有听过招财狗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颗钻石啊，最后一颗钻石是，他说会召唤星辰，是召唤陨石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陨石有点难听，我们召唤流星啊，流星，他是要召唤流星吗？我们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我们对这边好了，这边比较空旷。哦，哇！Oh my god！ 流星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哦，非常好，是我们每天的下午4点，好不好？流星就会掉下来。哎，还有靶子哎，流星掉下来啦！他每天还有流星可以看，就在你家旁边哦。虽然有可能不定时的，你的家也会变成流星的目标，但不用担心。这边呢，我们要加倍流星毁掉的话，我们这边哦，会有保险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人还活着，我们就会再给你一栋这边的房子啊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这个是免费的，好不好？完全给付哦，不需要做额外的赔偿什么，我们完全赔偿给你。好漂亮哦，流星哎！我们其实可以去买最后一颗钻石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颗钻石吧。虚空钻石哎，虚空钻石是要干嘛？好可怕哎！我们看一下虚空钻石可以干嘛？他说会摧毁整个世界，什么意思？我那么辛苦盖的捷运站，难道要被摧毁了吗？我们的最后一个钻石是虚空钻石，他说他可以摧毁整个世界。那在我要丢下这颗钻石之前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我们今天拿到那么多颗钻石，你最喜欢哪颗钻石的？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流星钻石的，哎，蛮酷的，而且还有靶子什么的，还有这个尖尖的钻石也不错，那个拿来挖矿，我觉得好好玩哦。你最喜欢哪颗钻石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准备要释放我们的中介钻石了，我们的虚空钻石出发喽！虚空钻石，嗨，还在倒数。OK， 4、3、2、1，发射！完了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哇！好美哦！好美哦！他说要毁灭整个世界，但其实也不是毁灭整个世界嘛，他直接弄出一个球体，哎，超美的啦！哇哇，
这幅美景是不是该买了？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有很多栋哦啊，虽然这个美景真的好美，好漂亮哦。我们再丢一个，好好好，快远离，快远离，快远离，来准备，噔噔噔，有了，好美哦，呜呼呼，超漂亮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今天的影片呢是，如果麦块里面有很多种钻石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今天我发现虚空钻石真的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球真的好美哦，那难得在麦块里面看到一个完整的圆形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喽。我是甜甜，小熊贝贝，小熊贝贝，小熊贝贝，胖子林丹，我是猫猫，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